他一蹦出来，我看他心脏那个冲击，就一直在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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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有一只好可爱。我儿子是偶像的头，他九头身，他头那么小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可能要两岁，他有办法带着，三岁吧。谢谢萌，恭喜 Peter 哥。哎，感谢。哎，这边都是你的礼物。为什么那么多？我们娱乐公司送的。真的假的啦？哎，尿布礼盒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他们说那种尿布啊，就是只要有送，你就是拿出来，因为永远不够。哎，不过为什么有两包？有两包被谁抽走了？没有，他一次就是六包啊，可能这箱子比较大。因为我们还没用到。哎，赞呢！君君来过年礼盒，新年快乐！还有小孩子的礼物嘞。我没有，我只有买绿大的。哦，可以这样子啊。买绿大的。OK 啊，好。因为大家都送宝宝的，所以我先送绿大。我先给你看，就是只有乱心我可以 K 的。我称之为我跟我儿子的第一次相遇。请问你要不要直接嫁？我跟你说，你要等我一下，因为太多张，我对他滑很久哎。来喽来喽，快出现喽！他身体还在肚子里面，然后头出来。因为我从头到尾都在看，就包括第一刀，然后包括医生弄了很多很像是修车的工具在弄我老婆的肚子，所以那时候有点是震撼，然后没有哭，然后我就是在病房的时候，然后已经是五六个小时之后了吧，然后我就突然就像，哎，他是我儿子，我就突然眼泪就止不住哦，因为我不想跟很多人来看，我就一直压着这样，然后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压，一直压，一直都觉得我没有是。很会玩小孩，也没有觉得我自己好像会爱小孩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小孩互动。刚刚那张照片就是我跟他的第一眼，他一蹦出来，我看他心脏那个冲击，就一直在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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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有一只好可爱。我刚刚已经在想他了。早上11点录影嘛，对。然后我老婆昨天很辛苦，她昨天6点起来，因为那个奶会胀，所以她就。6点在挤奶，然后后来他就弄完又继续睡，然后就换我起来，然后我就把他抱在那个我的这个身上，然后就抱到10点半，快11点才把他放掉。哎，超可爱！你们现在就已经住在同一间了。听到我觉得很酷，就是说，因为小朋友不知道有早上晚上嘛，所以他就叫我们说，我们在房间的时候要开灯就尽量开灯，要把窗户打开尽量打开，因为你要让小孩知道说现在是白天哦。他调整他的作息就对了，我就一直带他身边。哇，真的变一个好爸爸哎！我什么好爸爸，我本来就不差吧。我儿子就是他很怪哦，他睡觉都一定要这样举手睡觉，不知道什么大哥。嗯，我觉得很神奇是，他明明在肚子里面都是靠那个脐带在呼吸，然后排便什么什么的。鼻子跟嘴巴在伸出来之前，就已经先预设好他未来要用这个东西来呼吸空气或吃东西，所以一出来之后，哇，代表他是已经开始用鼻子呼吸，你不觉得很屌吗？啊，为什么人体就是那么屌？